你就是樊真姑娘吧？嗯，请坐，不必拘礼。石老板，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就想跟你随便聊两句，坐下来说。 我听说你喜欢上了我们家阿文，是吗？嗯，有一些好感。不过你跟阿文，并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呐。您所说的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？说白了，就是门不当户不对。还需要我说得更清楚吗？贫穷和富贵。 不是人生下来就能决定的。人的一生起起伏伏，谁又能保证这一生都能享受荣华富贵呢？还是要努力的打拼，积极的进取。说得很好，但只怕有些人就算苦了一辈子，还是穷光蛋一个。 石老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以让阿文喜欢上你，也可以让你从此飞黄腾达，改换门庭，成为我施家的少奶奶，不必再这么受苦受穷的，做个下等的女工，穷其一生，住这么个破烂的房子，而且你和你的家人。 也不必再为了生计发愁啊！我并不在意这些。我们施家可不是什么人想嫁进来就能够嫁得进来的。不过只要你愿意帮我，我就成全你。您真是说笑了。您神通广大，我只是一个为生计奔波的小女子。 怎敢说能帮得上施老板您的忙呢？你是郎里春的人，我正好需要你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你想要我像新巧一样，胳膊肘时不时的往您这儿拐一拐？我这是在为你指通一条光明之路啊，要么。 就继续当你的女工，穷其一生，要么就是听命于我，改变命运。这何去何从？你自己掂量掂量吧。樊真了解您的心思，但樊真也知道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。我不会为了得到施少爷，而去做背弃郎家、背信朋友的事情。 所以，施老板，您恐怕是找错人了。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，你跟施迪文永远都不可能。就算他对你产生感情，我也不会允许你们在一起的。我听明白了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告辞了。 凡真，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凡真，你有什么事可别瞒着我啊！你忘了，咱们可是好姐妹啊！海棠姐，你说爱一个人怎么这么难啊？ 你是说，其实我一直都喜欢施少爷，可是他一直拿我当朋友。他还说，他喜欢的是墨画小姐。
范真，你别难过了，人跟人之间总是要讲求缘分的。至少我努力争取过了，所以不觉得有遗憾。可我生气的是，石老板把我找去，说只要我替他卖命，他就承诺我石家少奶奶的身份。你说什么？这个石继周，平时找工房麻烦也就算了，连自己儿子的幸福都要拿去交换，实在太可恨了。海棠姐，我想明白了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，我更不会做出出卖朗家的事情，所以我决定停止喜欢他。樊真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海棠姐，你真好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姐，让让让让。来来来，小心。来来来，娘，好久没有吃家里的饭了，还是娘做的饭香。喜欢吃就好。来，娘做。你干嘛呢？姐，你好香啊，让人觉得挺幸福的。去，坐下。这个呀，就是东方香水的魅力。这个就是满大街都在宣传的恋爱少女味儿啊。嗯，娘多吃点。原来恋爱也有味道，恋爱也能用鼻子闻出来的。你可以闭上眼睛慢慢的体会一下。我只闻到了饭菜的味道。我们家夏荷呀，就知道吃吃吃。好像朗青青身上也是这个味道，闻起来也挺幸福的。哎，害不害臊？青青是谁呀？儿子，你有对象了？没有，娘，我姐才有对象呢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姐都结婚了，嫁出去了。那吃饭。哎，姐，你说要是咱们四个还有娘，然后住在一块儿，组成一个大家庭，那得有多幸福啊。你真是越来越不害臊了，连住在一起的话都说出来了。住在一起怎么了？哪四个呀？娘，吃吃吃，没事。娘啊，好，多吃点。爹，您找我啊。嗯。哎，桌上那个账本自己拿来看看。不是爹，这我也看不懂啊。难道你就想这么一辈子的游手好闲晃得下去？不是，我就机会我给你了啊，自己好好把握。我先把城西那家分部交给你经营。哎，嘿，我没听错吧？爹啊，也总会有那么老去的一天的，将来这十行路交给谁去接班呢？嘿嘿，哎呦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一定好好学习。我可听说了啊，你最近是不是跟个女工走得很近啊？有这回事吗？哪个？给我注意你自己的身份，连个女工你都要啊？别丢我的脸了，我要的是把龙墨画给我追到手。他心里只有月轩。儿子，我知道你心里头啊是真心喜欢墨画。喜欢的东西啊就必须要不择手段的去争取。我龙得水掌握兵权，他现在把守昆阳城唯一的通道，就等于是掐住了整个昆阳的咽喉命脉呀。哎呀，如果咱们能跟龙家联姻的话，咱们在昆阳还忌惮何人呢？可万一还是不行呢？别跟我说不行，二子，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的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石家迟早是你的。你记住，我能够把你抱回来养大，一样能够把你一脚踢开。
那个女工，给我离远一点，必须断了联系。没有，那个女工，你别跟我解释了。总之，只要追到龙墨画，就算你有能耐。啊，要不然你就踢我。 娘，我有点心烦。心烦什么呀？啊！我有时候就想啊，我要是离开施家，我是不是能好点，也不让娘操心？等我有了本事，也把娘接到我那儿，让娘过上舒心的生活。你呀，别给我胡思乱想啊！你有这份孝心，娘就知足了。可我现在感觉所有的事儿都围绕着我爹。 生活没有自由，恋爱没有自由。我本来真挺喜欢墨画的，可让我爹一逼，这整个感情就变味儿了。行了行了啊，你这样想，你和你爹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，不就皆大欢喜了？总比你爹想尽办法拆散你们要好吧？你说呢？娘，你说如果…… 如果我是你们亲生的，我爹会不会对我好点？你这孩子，你想什么呢啊？你跟我们亲生的有什么区别呀？你现在是不是对你爹有意见？你爹呀，就这个脾气，他对谁都那样，对自己呀更苛刻。好了，阿文呐，你这话跟娘悄悄地说说就行了，千万别让外人听到了，知道吗？ 多亏有你，也就能跟你说说心里话。好了，阿文，别想那么多，来，多吃点东西啊。谢谢娘。阿文，哎，你找我？哎，樊振，我爹是不是找你了？ 怪不得他跟我说一堆莫名其妙的话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我已经拒绝了。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，你不来找我，还想去找你呢。通过这件事儿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我们本来就不合适，还是当好朋友吧，免得以后尴尬。我都没想到你有这个自知之明，不是，我是说呀，是我配不上你。 那倒是，我是说呀，我就是一个平头小老百姓，你呢，富家公子，我们本来就是门不当户不对的，所以还是当好朋友吧。没有，这样，咱们以后呢，恢复咱们之间纯真的感情，我拿你当妹妹，你拿我当哥哥，你以后再找一个高大威猛的如意郎君，你不会找不着，不是。 找着了也没我凯，行了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你要是有事儿，你就先去忙。樊真，嗯。 我现在觉得很轻松，为什么？因为通过这件事，也让我认清了现实，我们确实不合适。樊真，你真是个坚强的女孩。海棠姐，跟你在一起，我学会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笑着去接受。 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，也许这是老天最好的安排。樊真，你能这么想最好了，快吃吧，嗯，吃吧。把这封信交到昆阳报社的主编手里，做得隐蔽一点。放心吧，老爷。 明天可有好戏看了！卖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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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来看最劲爆的消息！
东方香水背后的丑闻，臭不可闻的寡妇香，卖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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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来看最劲爆的消息啊！无耻！这种无良小报编造花边新闻，诋毁我郎家的名誉，无耻至极！老爷，你还是先别生气了，咱们当务之急，还是赶紧先了解一下这篇报道是怎么来的吧。什么怎么来的？全部都是凭空捏造，信口雌黄。可是，这篇报道捏造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而且对于每件事情的细节都写得那么清楚，看来对手对我们的这件事情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。爹，爹，不好了，万老板要求退货。什么？本来呢，货物都清点齐全，就差送船了，没想到万老板赶来，要退掉整个订单，说我们东方香水臭名昭著，根本就卖不出去，不但要拒收货物，而且还叫我们赔偿呢。还有啊，爹，现在店铺里面也来了很多客人，都说要退货。现在是风口浪尖上，咱们得把东方香水全线下架，把一些传统的产品拿出来去推吧，希望能保住郎立春的销售量。为了赶制这批订单，以前几个传统产品都已经停掉了，马上恢复生产，工坊的活不能停。不行啊，爹，我们全部的流动资金都已经压在东方香水上面了，就连最基本的原料现在都购置不齐啊。哎，真是措手不及啊。全叔，哎，你马上去找岳轩，你跟他说谣言因他而起，叫他最近不要出头露面，有什么事情叫他跟岳明商量。哎，是老爷。爹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自己的身体要紧，这件事呢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来，喝口茶吧。小姐，你别哭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丢死人了！发生什么事了呀，小姐？丢死人了！女儿，哭什么呀？哭的房子都要塌下来了！哎，是不是你惹小姐生气了呀？老爷，不是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。小姐一回来就在哭，问什么也不说。孩子，怎么了？爹，我在郎立春门口的海报被人泼了墨水，还差点泼了我一身。谁吃了豹子胆了？敢惹我女儿？爹，把他们全都抓起来！行，我去把他们抓起来。郎立春是吧？好了，孩子，先别哭了。他们家那个香水的丑闻呢，爹也听说了，你就听爹一句劝，这回这趟浑水咱就不去搅和了，快把郎立春那什么代言人给我辞了，咱是大家闺秀，以后呢就不要抛头露面啊。爹，听爹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咱们跟郎家可是世交，这件事你必须得管，你必须得把坏人抓起来绳之以法。欺负你的坏人我绝对不轻饶，但是依爹看呐，这回害得你被泼墨水的人，就是那闹出丑闻的郎月轩。这小子，我平时就看不惯他那沾花惹草的样，这回丑闻还闹到自己家寡妇身上了，那可是他嫂子。这个时候，月轩肯定比我受了更大的侮辱，我得去找他。墨华，哎，墨华，墨华。马副官，在，派两个人跟着小姐，谁要敢欺负她，绝不轻饶。是。东方香水灵感源自寡妇，郎府上演叔嫂不伦之恋，是不是真的？这谁知道啊？这小包现在全城人手一份，比东方香水卖的还好。这种胡说八道的小报，你们还看得津津有味的？
你冲我们发什么脾气啊？这又不是我们写的，这些都是假的。玉轩少爷对你们那么好，你们对得起他吗？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就乱责备我们。你们都在这议论什么呢？海棠姐，你看。这报纸上的内容分明就是栽赃和诋毁，就是想要给东方香水抹黑，大家不要相信也不要乱传，听到了吗？嗯，赶紧回去工作吧。海棠姐，你别生气啊。你也去工作吧。嗯。玉轩，报纸大家都看过了。玉轩，你别生气了，这就是那些无聊的人写的一些无聊的杜撰罢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能不往心里去吗？眼睁睁地看着东方香水毁于一旦。流言止于智者，这种虚假的消息根本就是不堪一击。玉轩，玉轩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都担心死你了，虽然我相信你，可是流言猛于虎。我都被别人泼脏墨水了，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对不起，连累你了。不怪你，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名誉的事，不能任由别人抹黑。发布会？难道你想自己背这个黑锅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会支持你的。到时候我让我爹多带些兵来，看他们谁敢再胡说八道。这恐怕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玉轩，这些都是凭空捏造的，有时候人们宁愿相信虚假的消息，也不愿意相信事实。这时开发布会，会不会越描越黑啊？顾海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关系到你的名誉，你没有被别人泼脏墨水，所以你才在这里劝月轩做一个缩头乌龟，任由别人指责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现在开发布会也没有什么效果啊。你到底关不关心月轩？也对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被朗家扫地出门的弃妇罢了，没有什么名誉可言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总是在帮他呀？就当我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吧。你气死我了！别打了，再打整片油菜花都被你打烂了。我乐意，这整片的菜花田都被我承包了。你怎么一点委屈都受不了呢？本来因为东方香水的事就弄了一肚子气，现在又沾了一身晦气，你说我能不憋屈吗？你呀，就是沉不住气，一有点什么脾气呢就挂在脸上。男人是不喜欢这样的女人的。我就是这种性格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还在笑话我，你倒是聪明能干，怎么也没见到你得到海棠啊。好，就当我没说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看你们朗家这回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没见你着急啊。我急什么呀？我们家不是有个有用的弟弟吗？你不会是憋着坏呢吧？我没你想的这么复杂。我看你倒是挺高兴的。我问你，东风香水毁了，最大的受益者是谁？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东方香水毁了可是件好事啊，本来就见不得月轩跟海棠在一起。什么爱情之水，什么定情信物，这下倒好，我不应该哭，我应该笑才对。龙墨画呀，龙墨画。你总算是开窍了啊，月明啊，我还真是不得不一次一次的改变对你的看法。什么办法？我们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。这一呢，我们已经托了报社的朋友，让他去查这封匿名信的源头，这样我们就知道是谁在捣鬼。二呢，我想开一场新闻发布会，让当事人出面澄清这个误会。
但是澄清得了吗？制造误会的是媒体，所以解除误会也得是他们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好，那我赶快去跟爹说一声。哎，别，月轩，爹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们俩兄弟能解决的事情就别再打扰他老人家了。还有，我觉得这么大胆的想法跟媒体交涉，爹也不一定会同意啊。你说的对，那咱们就让爹等着咱俩的好消息。香水的灵感来自小叔子和寡嫂之间的一段私情。嫂子，月轩，坐。哎，嫂子，这报纸上的事儿连累你了。这事儿不怪你。其实我今天来，是想请嫂子帮我一个忙。帮你什么忙啊？这件事情事关重要，必须得你亲自出马了。妙兰人微言轻，能帮你做什么呢？我现在想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说明这些谣言的来龙去脉，还东方香水，也还嫂子一个清白。嫂子，所以我想让你到现场，亲自解释澄清怒斥谣言的制造者。这件事情关乎你的名声和清白，而且也关乎老家的命运发展。我希望嫂子能好好想想。可我久居深闺，从来没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过话，更何况是事关自己的丑闻，我怕我说不好。你不用怕，嫂子，你就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了。我们不能让这些谣言满天飞呀。如果我们现在胆怯的话，就是对那些恶人的助长。我对这些谣言也是恨之入骨，可我只是个弱女子。有我给你撑腰呢呀。那我想想。哎，我们郎里春之所以要研发这款产品，是因为西洋的香水气味浓郁，并不符合我们东方女性的气质。再有，舶来品的价格昂贵，无法走入寻常百姓家，所以这款产品就应运而生。妙兰姐，喝点水润润嗓子。我怎么感觉有点冷啊？你就是太紧张了。海棠，我怕我一会儿出去就说不出话来。你就把你的委屈，把你想说的全部都说出来就行了。对，我的委屈，我的委屈，我的委屈。另外，这款东方香水是我和我心爱的女人的爱情信物，这款产品的灵感就源自于她。所以在这里我想说，外面的那些谣言就是无中生有，蓄意抹黑。哎，那请问月轩少爷，那您的恋爱对象又是谁呢？是谁啊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我无可奉告。但我想告诉大家，如果因为这些谣言让国人错过东方香水，那实在是太令人痛心了。在这里，我也想告诉编造谣言的人，你们想抹黑东方香水，达到不正当的竞争目的，是不可能得逞的。你说人家编造，那我们为什么信你啊？他们家到底有几个嫂子呀？都说月轩是花花公子，果真不假呀。大家不用再猜了，我就是月轩唯一的嫂子。嫂子，
只是一个妇道人家，不懂商业利益，今天站在这里只是为了说出实情。小报上说，东方香水是小叔子与寡嫂之间一段不伦恋情，写出这篇报道的人简直是丧尽天良，竟然拿我这身世可怜的童养媳来做文章。妙兰虽然寡居，但也喜欢鲜花馥郁的芳香，闲来自己也会制作香囊。我只是告诉了月轩制作香囊的方法。东方香水是月轩的心血，连我这个寡居的女子都能从中闻出甜蜜的味道。对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们怎么忍心对她泼脏水？张女士，但是这篇报道当中的细节很真实，据说是有相关的内部知情人士透露的。那您跟月轩之间的绯闻，请您当面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？妙兰家世清贫，远嫁昆阳，虽然郎家厚待于我，但我仍常觉得卑微无依。月轩一向待人宽厚亲善，对我也是照顾有加，所以妙兰一直感恩在心。月轩行事磊落，妙兰亦自知叔嫂有别，不敢逾越，更别说报道中所说的苟且之事了。各位乡亲，我是个可怜的人，少不更事就嫁了人，守了寡，本就无依无靠，只能保守清白，谨守清誉。我也只能每天以泪洗面。试问，还有什么比我的名誉更重要的事情？还有什么比诽谤一个可怜女人的清白更可恨的呢？小报消息说，是收到了知情者的匿名信，好一封匿名信，为什么要针对我？为什么要打扰我平静的生活？为什么要捏造事实？不仅毁了东方香水，还毁了我一世清白。顾海棠，是你，嫂嫂，你究竟有何居心？一条清清白白的性命就是毁在你的手上，顾海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顾海棠，我诅咒你不得好死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只要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。嫂嫂，有什么话你把刀放下再说。玉轩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那天晚上就只有我们几个，还有就是海棠。这个消息是谁传出去的，你还不懂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难道所有接近月轩的人你都要赶尽杀绝吗？妙兰姐，你误会了。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。小心，海棠，快走。海棠，走。顾海棠，嫂子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为什么要那么说？为什么要不计后果？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要针对海棠呢？我没有针对她。那天晚上的事情，除了娘还有我们几个，就只剩下顾海棠了。那你就确定是她吗？海棠不可能是那种写匿名信的小人。月轩，你根本就不明白，嫉妒会让一个女人失去理智，她根本就是对那天晚上的事情怀恨于心。你真的疯了，月轩，月轩。我都是为了你好，
海棠，你别难过。我没事。谁也没有料到，妙兰突然会情绪失控。她为什么会那样看我呢？人性难测，或者是因为她压抑太久了。别想了，要不我先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让我一个人在这静一静吧。你们就是这样帮我解决危机的吗？爹，这件事情与我哥无关，都是我的错。当然是你的错。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自作主张开发布会，现在倒好了，名声越搞越臭。你说，现在这个烂摊子该怎么去收拾？爹，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，我不该瞒着您的。为什么要瞒着我开那个发布会？月轩，这不是怕您不同意吗？再说，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的想法跟你们不太一样，怕说出来之后，担心您说我们太激进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你们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可以独当一面，很能干了，是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爹。我可以同意你们办发布会，但是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必须把各种可能发生的因素都考虑进去。你们面对的是记者媒体，是一群看热闹的群众。你这么贸然开发布会，万一有今天这样的突发情况，你们有想过应对之策吗？本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我的控制当中，可我真的没想到嫂子她会……好了，我不想听任何理由。月轩，你这么贸然在发布会上公开自己的感情，虽然你没有提他的名字，但万一被人查到了呢？我不反对你和海棠交往，但是要低调点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只会把关系越描越乱？是我的错，我没考虑周到。一句你错了能挽回什么吗？做我朗思年的儿子，自己做错的事就要自己承担。我朗思年不会为你们的错误承担责任，听到了没有？知道了。娘，妙兰今日斗胆自作主张指认海棠，请娘责罚。那你说说看，你错在哪里？该怎么责罚你好呢？妙兰错在没有证据就指认海棠。难道不是你对他有偏见吗？当然不是。娘您不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吗？家里的事怎么会捅到小报去？是啊，当时在场的就那么几个，娘您不会说，妙兰自不会，大哥跟月轩都是自家人，还会是谁？所以你就认定是他？我想他一定是记恨郎家，记恨娘三番五次赶他走，要拆散他跟月轩，所以于公于私，妙兰都应该站出来替郎家说话。但是你这么做，对我们郎家也没什么好处，只会越描越黑。是，妙兰知错，妙兰应该事先和娘商量的。娘，其实这件事是不是海棠捅给小豹的，并不重要。海棠一直利用感情左右郎家两兄弟，一次又一次地惹娘生气，妙兰也是想趁此机会替娘出口恶气。如果娘觉得妙兰做错了，无论娘怎么责罚，妙兰都甘愿承受。你的心意娘知道了，这件事娘保你。
好开心。只要娘认可妙兰为娘所做的一切，妙兰就足够了。